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讨论需求，讨论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今天这一讲呢，我们要来讨论交叉弹性，交叉弹性。我们在前几讲里面呢，有谈到需求的价格弹性。我们说需求价格弹性是什么呢？在讲的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呢，会告诉你需求线长什么样子。那需求价格弹性在讲说呢，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自己产品的价格变动一个百分比对这个自己产品的这个消费者呢，对你自己产品的这个需求量呢，它变动多少百分比？这个是需求的价格弹性讲的是自己的价格对自己产品的需求量的影响，它告诉你需求线会长什么样子。同样的概念我们也说过，今天呢，影响需求量的因素不会只有价格啊，有很多很多种其他因素。所以同样的概念呢，你可以用在比如像说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对你自己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量的影响你也可以用在这个上面这个时候呢，这个算出来的东西呢，我们就叫它交叉弹性。那它可以跟你讲什么呢？它可以告诉你它可以告诉你说其他产品的价格变动呢，对你自己这个产品，或者说对你自己感兴趣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量的变动会是多少，它可以告诉你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它告诉你说，当其他产品的价格做调整的时候，你这个需求线呢，它会移动它会 shift 的这个比例，或它 shift 的这个状况会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交叉弹性来，我们来看看需求的交叉弹性的意义。需求交叉弹性呢，反映了相应于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动，消费者对于某种商品需求量变动的敏感程度。他讲的不是你自己这个某种商品的这个价格变动对这个某种商品的需求量变动的敏感程度，他讲的是其他产品的价格变动的时候，对你感兴趣的这个某种商品需求量变动的敏感程度。所以概念上跟我们刚刚讲的跟我们前几讲讲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概念是有点像，只是说它现在分母呢换成其他商品价格变动的百分比一样是需求量变动百分比，只是我们现在除以其他商品价格变动的百分比。所以公式呢你看看我们本来谈的是 A 产品嘛A 产品的需求量 QAD， 现在讲的是呢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就是 PB， 所以公式呢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用 EAB 来表示这个交叉弹性交叉嘛B 产品对 A 产品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呢，在之前的那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这个例子呢，讲的是说，如果我们是用谈需求的价格弹性的话呢， A 商品的需求量我们讨论是对 A 商品自己价格变动的反应。那现在呢，谈的是交叉弹性，谈的是自己 A 商品的这个需求量呢，怎么受到其他相关产品、其他产品价格变动，怎么样去受到这个其他相关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所以分母呢，我们现在放成 PB， 分子呢放成 QA。那同样的概念我们是讨论变动百分比嘛，所以分母呢是底我说这个三角形念底底 PBB 底 PB 这个讲的是说，其他产品比方 B 产品价格的变动量除以 P 产品的价格所以这个是变动百分比的意思。那分子呢是 DQAD QAD 是什么 A 产品的这个需求量，然后三角形这个表示变动量，然后 A 产品的需求的变动量除以 A 产品现在的需求量所以得到也是一种百分比的概念那你把它做调整就可以得到这个东西，底 QAD 除以底 PB 乘上 PB 除以 QAD 你可以得到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表示 AB 商品间的交叉弹性AB 商品间的交叉弹性那我们来说这个公式呢，你可以这样来记，分子是 A 商品需求量变动百分比，分母呢是 B 商品的价格变动百分比。所以讨论的是当 B 商品的价格变动一个百分比的时候呢，A 商品的需求量会变动多少百分比，这个叫做交叉弹性那我们之前呢谈到其他因素对需求线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有说其他因素里面有个很重要，就是其他商品的价格，对不对？我们说其他商品价格变动的时候呢，显然会对你这个产品你关心的这个产品
的这个需求线造成影响，对不对？啊，我们说从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动呢，如何影响说你自己这个产品，你现在所关心的这个 A 产品的这个需求线的变动的这个方向，你可以去定义出这两种商品之间的关系哦，它们是属于替代品，还是互补品，还是独立商品？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交叉弹性呢，更明确的来说这个东西哦。比如像我们说，如果 B 商品涨价了 ，B 商品涨价了，根据需求法则 ，B 商品的需求量会降低。B 涨价了 ，B 商品的需求量降低，可是 B 涨价了呢？哎，让 A 商品的需求量提升，也就是说 B 自己受到损害了，结果 A 得到好处。哦 ，B 涨价，所以 B 的价格下跌了嘛？哦 ，B 的价格下跌了 ，B 的啊 ，sorry，B 的涨价了，那 B 的需求量下跌了，然后他自己受到他自己的销量变不好，哎，结果你的销量就提升了。哦 ，B 涨价了，他自己受到伤害，他自己的销量减少，哎呀，可是你的销量呢，需求量呢，哎，就透到帮助你们两个是敌人哦，所以是替代品。B 涨价了 ，A 需求量升，表示他们的变动方向是怎么样？变动方向是一样的哦，变动方向是一样的。B 变 B 的 B 产品的价格增加一个百分比的时候呢 ，A 产品的需求量也会上涨，变动方向是一样的哦。B 涨价了 ，A 的这个需求量呢也增加了，变动方向是一样，那我们说这个叫替代品，这时候是 EAB 大于零，哦 ，EAB 交叉弹性是大于零，变动方向是一样的啊。如果 B 降价的话呢，哦 ，B 降价了，哎，他自己得到好处了，哦，他的需求量增加，哎，结果伤害到你，哦，你的需求量降低了，所以他的价格变动方向呢，跟你的这个需求量的变动方向是一样的，他降价了啊，你的需求量也减少了。哦，变动方向是一样 ，EAB 大于零嘛，然后 EAB 大于零，所以我们知道，当交叉弹性两商品间交叉弹性大于零后，他们是替代品。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今天 B 商品涨价了，它 B 商品涨价了，根据需求法则，哦，它的需求量会减少，就它需求量减少了，哇，你也受到伤害，哦，你也受到伤害，你的需求量也降低了，或者说你可以去理解 B 涨价了 ，A 的需求量下降，所以B 的价格变动跟你这个 A 商品的这个需求量的变动方向是相反的哦。B 涨价 ，B 涨价哦 ，B 涨价哦 ，B 涨价啊，结果呢，你的需求量降低哦，它涨价嘛，它的需求量，它自己的产品需求量降低啊，你也受到伤害，你也受到伤害，你们两个是朋友啊，它降价呢，它得到好处，它的需求量增加，哎，你的需求量也得到好处，你因为它降价这个行为，你得到额外的好处。哎，你们两个是朋友，这时候我们知道是互补品。那这时候我们知道说，它的价格变动方向跟你需求量的变动方向刚好是相反的。它的价格变动方向跟你的需求量变动方向刚好是相反，所以 EAB 小于零。好 ，EAB 小于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两种商品之间是互补品。哦，这两种商品之间是互补品。那有没有可能 B 的价格变动了啊？对你的这个 A 产品的需求量完全没有影响？那完全没有，当然也有啊，很多种产品之间的关系是属于这一种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 EAB 等于零，然后 B 涨价降价对 A 来说呢完全不会影响，所以不管它价格怎么变动，你的需求量就是不会变动。哦，不管它价格怎么变动，你的需求量就是不会变动，所以呢，哦，没有影响啦，哦，没有影响啦，啊，所以 EAB 等于零嘛。这时候我们说这两种商品之间是独立商品，然后是独立商品啦。那我们在前几讲里面呢，有谈到替代品、互补品跟独立商品的一些例子哦，我们让带大家来再 review 一次哦，哪些商品之间可能是替代品哦，比如像高铁哦，高铁台北跟高雄的运输服务，跟台铁台北跟高雄的运输服务，这两种服务之间就是替代品嘛哦，这两种服务就是替代品嘛，你人从高雄去台北。哦，你有很多有可以坐台铁，可以坐高铁，以前还可以坐飞机，现在飞机已经被干掉了哦，飞机已经被干掉了。哦，你有这两种方式来选择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今天高铁涨价了，那台铁台北跟高雄的这个运输服务，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帮助嘛，哦，会帮助，所以高铁涨价了，台铁的这个北高的运量可能会提升，所以变动方向是同样的，所以 EAB 大于零，他们两个是替代品。那互补品呢？哦，我们之前有讲过智慧型手机跟 APP 嘛。哦，智慧型手机跟 APP 啊，你买智慧型手机，你不会只想要买空机啊，你会只想说，哎，我买智慧型手机是因为里面可以做一些很多有趣的事情嘛。啊，这个有趣的事情是 APP 来帮你执行的啊。所以如果 APP 免钱的时候呢，
哦，大家就会买大，大家就会提升这个什么智慧型手机的买气嘛，哦，就提升智慧型手机的买气啊。所以如果 APP 变便宜了，或甚至免费，就是它价格往下跌，哎，提升了智慧型手机的买气，它需求量上涨。所以 EAB 这个交叉弹性，它们的变动方向是相反的，所以 EAB 是负的。啊，我们说这个叫做互补品啦，哦，互补品啊。那还有什么例子呢？哦，这个一看你知道是浴缸啦。啊，上面这个是什么？你看得出来吗？我实在是看不到出来哦。学生选的这个啦，哦，他跟我说这个叫做筛子啦，哦，筛子哦，筛子跟浴缸哦，这个是互补品，然后这个筛子哦，这个实在是看不出来。不过我们韩导哦，不，韩市长哦，韩市长可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啊？筛子哦，筛子跟浴缸哦，他们互补品嘛，很清楚嘛，哈、哦，它是互补品嘛，哈、哦，你要浴缸一定要筛子，然后一定要筛子啊、哦，互补品。好，那下一个呢？独立商品哦，独立商品就有很多啦，哦，很多种商品之间的关系都是独立商品。比如像筛子跟谁是独立商品？象棋，哦，象棋嘛，哦，筛子变便宜的时候，你会因此多买象棋吗？应该是不会的哦，象棋是象棋，筛子是筛子，然后完全是两回事，然后完全是两回事，然后。好，所以这边呢，哦，是交叉弹性，哦，这边是交叉弹性，哦，跟大家说明，哦，根据交叉弹性的这个值呢，哦，我们可以定义出两种商品之间的，哦，之间的关系。交叉弹性的值如果是正的，大于零，我们说两种商品之间是替代品；交叉弹性的值如果是负的，小于零，我们说两种商品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品。如果交叉弹性的值是零，那我们就说两种商品之间没有关系，是独立商品。哦，所以以上就是跟大家讲交叉弹性的概念，希望大家能够明了。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